吓坏了家带鸡笼子，会掏出一大堆薯条鸡块飙他脚，吃完还不忘舔一下嘴角和手指，看的是让人食欲大增。不过夏万雷的动作配上这身似曾相识的行头，疯狂疯狂星期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疯狂疯狂星期四，帮帮我，肯德基耶耶。为什么说原神玩火枪的虽然少，但必定不弱？因为原神发的子弹都是原子弹。现在我们火线也有了自己的雷神，最终天命祭奠，雄之以法，有戏。在夏万雷入队时，竟然还自带 BGM。这特勤队怎么一下变成仪仗队了？福宁娜大人，有段时间突然指定我们进行什么花腔表演训练，还好，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喜欢的仪仗曲，这件事就草草作罢了。可以，这事办的确实很福宁娜。